成人票请进。好，谢谢。一点都不挤，今天你不觉得吗？没什么，都没啥人。不知道是因为那个疫情原因，还是因为今天才1号，一大波客人还没有到，反正没什么人，挺舒服的。出发。外套，不然我要冻死了。飞一趟多少钱来着？880是吧？嗯。8到10分钟是吗？嗯。哇塞！你看，1分钟100块钱。太冷了，太冷了。走吧。还好我机智，回去穿了个羊绒外套。我们现在走到这上面这个观景台来了，这样看对面的话还是挺壮观的，七彩斑斓。如果你们要来，一定要多穿点衣服，上面风吹的真的很冷。我还会去加了一件羊绒大衣，我觉得这样是刚刚好的。太阳有点大。那边能去？那边啊？对。那边看一下。那边我不知道能不能去。你看上面都没有人。如果能去的话，我们想去对面山上去走一走，去看一下。嗯，因为这个丹霞地貌站得高一点的话，它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。本来还背个无人机想航拍的，但是那边有那个直升飞机，我们可能就不能航拍了。到了一个景点，我现在下车了，逛景点。哪里是上山？从这边上。上了再回来再去坐车是吧？对，这边上那边下，到前面坐车。哦。你好，这边可以飞无人机吗？禁飞，整个景区禁飞。哦，行。现在我们已经到第二个景区的山头上了，然后就是大概就是比刚刚第一个景点位置要再高一点点，也是看主要是看这种地貌。那边还挺好看的，看到没有？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关注、评论、点赞以及转发，谢谢大家。